跟阿姨说，明天晚上你和小新为什么不回家。 你把我说的话告诉别人，我会一口否认。他不回，跟我在哪有什么关系？想到了什么，给我电话。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你应该往这站着。好好想想，别撒谎。往后再有人问起啊，就照丁丁说的。 你值得搬，你打扫房间。报社采访我，我就是把情况如实给说了。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女儿说的话？你是不是犯过事儿？你跟我说说呗。你来这个地方都二十几年了，我什么没见过？我让你滚！你呀、啊，你留下来，小薇。你有什么法子？我想回家了。哇塞，这是通往哪儿的呀？